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来玩一个新游戏哦。哎，应该也对大家应该也不新了，就是新出的这个游戏哦，是这个未来职棒吧？我记得是未来职棒。那我们选的球队哦，我们今年来思考一下选哪一队，选卫权好了，因为兄弟卫权德保啦。因为乐天的其实今天新的那些人员就很好，索沙，哈拉选卫权，因为卫权有我要的徐若曦、王维忠，然后还有这个田泽哦，田泽没有要来，有点可惜。那我们他是可以选择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可以选择形态哦，就是。形态是全三拍子嘛，就是代表全能三拍子，代表应该是平均吧。然后接球、击球、力量。然后我们选外野重炮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中外野手，外野重炮手。然后我们就叫 YT 苍兰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大家有玩，可以加我 YT 苍兰。好，那我们重炮手啊，那我们贝名哦，这个好酷、哦，还可以加贝名，贝名就叫，我那只能打英文，贝名就叫，贝名就叫，等一下啊，我就先随便打。贝名哦，等一下，贝名叫 Happy 好了，马 Happy， 然后出生台北，背号，我要选篮球的，选 John Moran 12号，年龄22岁，好，年龄就随便啊，年龄不要，年龄我们改成15岁好了，好不好？正值这个青春年华，然后我们惯用手，我们就。练个，我们练个左打好了。哦，那真的是还是右打好了，右打。年龄改一下好了，啊，年龄改20。我这其实还蛮酷，首先他可以自己创立自己的角色，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、哦。啊，这个中规中矩，可以创立这个创建角色、哦。因为我之前刚出的时候没有打算玩啊，主要是广告看多了，就觉得好像还不错。未来职业棒球啊，哦，那第一轮卫权目前指定球队，好，指定了 YT 沧海哦，欢迎加入。第一指名林小柔，我是球队助理林小柔，接下来是采访。哦，然后我们第一轮指名，好，我们被指名了。越狱是无能为力，迫不及待。然后我们无能为力哦，他的力量会加，向前辈看齐，陈金峰啊，力量加哦，他都会加。刚提到的都是进攻方面，那防守呢？雷射尖呢？好了，那我们是魏全龙第一指名哦，好不好？魏全龙第一指名，指名了 YT 沧海。成功加入球队，只那我们要努力升上一军哦。这有一台发球机，来吧，我们尝试看看。可以，可以抓到感觉啊！连续命中三球，真棒！再练练了。准备好去参加选拔赛了吗？在那个圈快缩掉的时候，就给它挤出去。可以，感觉出来了。可以。
连续命中六球，我们就 OK。那么我们就直接来选拔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看能不能拼上一军，来吧。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。未来职业棒球的玩家们，大家好，一军选拔赛开始了，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呢。其实真的蛮有趣的，就是你知道感觉是，它有点像是，它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往都是用那个第三人称视角嘛。那这个游戏很特别，是它用了第一人称视角，就是用了我们就是自己被选秀嘛，被第一指名，然后被选上。被选进球队，我们感觉就是真的在里面第一人称视角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六局下半，0-2，哦，二垒，那我们就出场。第四棒，明日之星上场打击，最近的表现让我们刮目相看，非常期待他这个打击。球数来到一好球，打击出去，有了啦。郭天信，哦哇！加速跑垒，好久跑回本垒，二垒安打 ，OK 啦，出现。那我们追回了一分哦，2-4。打击轮回到第四棒，联盟人气王的打席，相当年轻的一位选手啊！打击出去，这球飞往左外野方向，右外野手应该是有塞好的啦，不用追了，出去了，这是把三分全垒打，红不让。对啊，我们打再见三分炮，你看五多寸半，真的厉害啦！这么刁钻的位置也能被打者锁定，只能说投得不差，但是打得更好。这时候就要看守备方要不要决定换投了。球看起来体力和信心都受到影响，哦、球队决定转身，最终由一拳龙。对啊，我们就进入我们上了一军，好不好？我们经过这场测试赛上了一军哦，然后我们就是进来这边。Hello， 选手，我是球队的工作人员林小柔，打字吗？欢迎你加入我们。接下来让我带你认识球队的环境吧。哦，麻烦你，这可没办法打。这里是选手休息室，可以在这边准备比赛和整理装备哦。选手休息室，上面是什么？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专属置物柜。应该是那个啦，就是这里喽。哎，这个 logo 和涂鸦看起来很特别。Good luck！ 哇，你竟然马上就发现了，你的观察力真的很敏锐哎。Good luck！ 这算是我们球队的传统哦，在球队退役的球员会留些讯息鼓励新来的选手哦，一定是职业选手才能体会的那种传承吧。加速吧！你一定知道的。就是今年刚宣布退役的传奇选手哦，能用到这个柜子，代表球队很看好你呢。谁知道你？前辈的鼓励真的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我一定会更坚定朝着梦想前进。那我们现在是一军的菜鸟啊，请加油！我们现在是一军的菜鸟。不知道我离开球队的时候会不会留下什么？你现在就想到离队的事了吗？也太快了吧，好不吉利哦。不是啦，我是说等到20年后，如果我作为球队的传奇名手退役的话，可以留什么东西给接我柜子的后辈了，而不是很快被淘汰离队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我想说，哇，发布会的时间快要到了呢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发布会是个让大家认识你的好机会呢，提高知名度，还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，让球迷们对你有印象哦，很棒吧。如果我在球队忽略或忘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要请你帮忙提醒我。那当然没问题啊，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嘛。有你在旁边帮忙，相信我会很快就可以适应的。加油，我相信可以的。啊，快来不及了，我赶快去发布会场吧。我们新机办解锁安打预告及球员会加五，瞄准，哦，感觉不错哎，初入球队，哦，还有口罩。钥匙圈、钻石麦克风、音饼。好了，我们来进入新球季，马上开始。那我们就联赛吧，例行赛对统一 7-11。我们第一场比赛就是对统一 7-11。观战好友，好，这林小柔就上去，然后，好了，我们要上场了。
因为他这个不是演示任何一个球员哦，而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应该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击球员这样，然后我们是用就是我应该说我们就是今天是以一个选手的身份吧，我们用选手的视角，我们以前都是可能就是哦就是一个球队，我们以前是球队，用球队就是不再跟球队在对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以选手的角度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我觉得还蛮好玩，而且蛮新颖的，然后还有就是经纪人啊，球经理啊，然后就是还有那个经理嘛，然后有经理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你要升格，就是要为了升上一局要努力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就是比较不同的视角啦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棒的。两人出局，北上无人，打击轮回到第九棒林祖杰，打者 power 十足，有将对手一棒击沉的能力，兼打击相当闷啊，还没站上垒包，好球，打者完全没跟上，球数来到一好球。哦，他是要按一下，好球，打者完全没跟上，球数来到两好球。三振出局，投手状况不错。比赛结束，最终由龟泉龙取得了宝贵的一胜。他们 MVP 是司礼谦。分队有多交流吗？可以领取招募。来吧，高级球探卷，你会找到什么？哦，欸，这个不错哎，高级球员包，感觉好棒哦。感觉蛮帅的。这特效，这特效蛮帅的哎。哦 ，SSR 得宝了。好还是不好的，大家都是这个，大家都是。我们不能把困难的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中中一人出局，北上无人，打击轮回到第二棒张坤宇，强棒登场，气势非凡。哦，好帅！好球，打者完全没跟上，球数来到一好球。哇，啊，没想到！命中球星张伟社，将球拦下，打者上一垒安打。五人出局，满垒，打击轮回到第九棒郭彦文，打者 power 十足，有对手一棒击沉的能力。前一次打击有敲出安打，期待他这个打席，球数来到一好球，命中球星，扎实的一击。跑者上二垒，哇，这个没打好啊！洋人出局，一垒有人，接下来轮到第八棒刘时豪，很有 power 的选手，是不要挑战，肩打击相当闷啊，还没站上垒包，球数来到一好球，奇怪的是命中球星一垒。比赛结束，最终由龟泉龙取得了宝贵的。啊，还要再抓一下。
我们是右外野 U 啊 ，YT 康泰。所以我们也是球队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自创一个角色，说来就蛮酷的。你看我就是自创的一个角色，就在里面。以前就是我每个球员每个球员，然后很多球员。那现在除了球队管理之外，我一开始想说他是以第一人称视角。那他除了球队管理之外，你自己本身创的角色也可以在球队阵容里面，我觉得蛮棒的，真的蛮有趣的。那我们招募，我们可以招募卷。那我们招募一次好了。友情普通，我这要钻石。那我们普通，我们招募一次吧，招募一个卫权球员，这特效好帅啊！哦，李胜玉啊 ，OK， 好吧，那目前，我先看一下，我有1700钻石。然后注册五包金币，看一下注册一包是什么？哦，高级球员就有40张，准备一包。然后注册一包，选一个 SSR 球员。他这个会有哦，我选卫权的好，因为感觉啦，怕他会有那种，就是怕他会有，如果今天有队伍加成还是什么，来吧，我们既然有了，我们就40抽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集来拍好了，普通招募券40抽，然后来抽看看会有什么球。好了，那这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点赞，可以看小铃铛。想起来说，即使翻红之后，那也可以加个好友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